带来电板，用电，用电电板，为了你创造咱的摇花的情景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有钱的百姓，是伊亲爱的娘，这是咱作为来献祭俄罗上帝，献祭247首，主耶稣，我要瓦克你，只有你能克你，只有能克你。因为你是阮救赎我到一时，请来纪念来献祭。
之前伫地关键写你，伫你厝内看顾，保守，愿通平安度过一礼拜。伊早起，阮正兄弟姊妹因为听主席做一回，大家永福圣殿，我们做伙来敬拜，做伙来学习，互相来关怀，互相勉励，互听主听教话，互相三听心。时常念在阮大人的心中，亲爱主耶稣，恳求你同情阮的心，予阮伫你的面前用专一的心来敬拜，毋愿通过你所拣选、阮所敬爱、奉亲的牧师，所有感情的信息、听的规律，会当深点伫阮的心，予听的真理显明。是咧，伫永福教会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生活中，来实践新的概念所教是咱的，就是咱着安尼三听，亲像耶稣伊也甲听咱，咱着互相三听，咱若三听，众人就要知咱是耶稣的学生，咱是属基督的。亲爱主耶稣，你是阮的保护者，我着管五万。你知我的欠缺，我靠我一个会当引发我来追求真理者，因为你对我来陪伴。主啊，我相信你要垂听我的祈祷，因为我的愿望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、怜悯、看顾，清楚锻炼我正兄弟姊妹对神的追求，念命恒心，不得甲来良心道德会当。热心来追求，愿主奉献的稳定，祝福我们的阮兄弟姊妹，是吧？阮所徛起的台湾，不一摆受到大陆演习，不一次演习，可能变成威胁，比较侪侪人来惊吓。不然，请来主耶稣，你把英文讲，以后我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。你哩，也要把这保守你，主啊，分给你体现现行，做我的保卫书，跟住我的心内，保守我为中国的身躯，别来看顾为了生活出力打拼的，还是救下弟兄弟姊妹出力同行平安，啊，唔忙灾害受害者平平安，通过医生的手在这里。主啊，我真是希望拄着危险的大风浪打过来，靠主免得挂路，我来困求祈祷，用靠主的名求。阿门。